咁啊，但好彩，咁啊，最尾咧我又買到飛喎，因為之前買唔到啊嘛。哇，咁啊，黃牛飛我又唔會買嘅，咁啊係後屘即係見到啦，咦，咁喺阿 Jam 鄧紫棋個 post 話喺25號突然間啊，即係話會再有飛賣喎，佢又會去做呢個嘉賓喎，咦，真係繼續有飛賣喎，咁啊啲老友記譬如費高啊都通知我，咁啊結果啊咁啊都買到飛啊。話俾你聽，而家揸緊幾個撚嘅一號啊，係佢兩兄弟啊，都喺度咁樣曾經搶過飛，搶唔撚到咁解啫。有可能接觸多一啲即係上流社會，咁啊有冇人俾飛你入去大球場嚇睇波啊？係哇，唔賺唔霸人哋啲位啦，咁開心人哋啲 corporate gift 嚟噶嘛，啲包廂啊，諸如此類嘅公關活動，成個工都係公關活動嚟 ，OK， 唔係體育活動嚟嘅嚇，磨粉。我分不過我後尾咧，我今日先發現咧，原來咧佢一個鐘頭之內咧係賣曬啲飛，咁咧原來有百幾萬人咧係走去排隊喎。係啊，正常啊，即係而家真係城市啊嘛，係啊，自由嘅階段。其實幾多香港市民都有捧場，嗯、即係就美斯呢件事。係啊，即係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啊！我純粹從一個原本係一件好事嚟㗎。我都講原本咧，原本係一件好事咯。我唔敢打斷你，我想聽。冇乜嘢，呢個世界好多嘢，呢個世界好多嘢原本都係好事嚟噶。你有冇覺得佢哋做？同埋今次好在咧，佢退錢咧就撳個掣嘅啫。因為應該今次呢個國際萬物嘅門票全部上網買噶嘛，咁、啊透過信用卡啊、PayPal 或者其他嗰啲咩電子支付系統，咁佢同嗰個聯絡商將相關買咗飛嘅 account 咧，全部 group 翻曬出嚟，撳個掣回水一半，咁噗咁啊彈翻過去，就唔會好似以前咁啊攞住個票尾啊咁跟住去排隊啊，七日七夜攞唔翻錢啦。排幾日真係鬧啊！噗一聲撳個掣就 send 翻俾佢噶嘛，所以就唔使佢再嚟香港。講位搞一大餐嘢咯，咁、但係如果可以引到嗰班人收翻退款之後再嚟香港咧，依、這個應該先係特區政府下一步要做噶嘛。嗯